前真的很难结婚，因为一认识他，外婆就身体不好。他不是一个你可以强迫的人，你越说他就越不做。外婆去世，意见5点钟打过来，外婆怎么样？我说走了，他就说不如你过来吧，一个人会很难过的。他让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家。星级会客室，周日晚上 CHK 香港台独家首播。